天早时已经九点外，队伍其实六点就出发，可是我拖到今仔出门，因为早时队伍会经过我的好朋友邱神堂遮，啊，所以邱神堂遮要提醒我要来迎接众神甲妈祖婆，所以我早时先来遮斗三工，就无对邱神堂的桥出去行，等遮经过了，我才会对咧做伙行。万丹九神堂的香啊，过去拢无经过咱九神堂啊，今年的路线有调整，所以有经过咱九神堂，所以众神做伙来接驾，由太祖爷公、驾主爷、济公师傅啊、甲特地公啊来坐香啊。其中上特别的是边啊，即阵是六十太祖第一尊驾主爷，将军驾主年的驾主爷。在时的工作就是到鞭炮啊，咱神风的妈祖准备要到咱九神堂啊，就是咱神风的妈祖一定来到九神堂，咱神风妈祖到位，中家万人古地福德正神一定来到。十二点嘛，规早时进度嘛是真慢。拄只最后一顶跳棍进前过的是二十六顶，第二十六顶，总共应该是有八十一来八十二顶，所以即马等于才过进度才过三分之一吧。然后重点是这个所在，这是行去全部行程的，算达出发无外久哦。所以这后边要行去的目标要行到岩啊，可能够足平的，爱行到可能啊要天光啊。这位啊，大天宫有几啊只的王马，还有准备买车和这个王爷坐。因甚至伫庙口搁设一个简单的迄叫啥马场，还是马厩，反正搁设一个布房和这马啊休困，真正都有心。伊可能是咧讲，伊想要洗嘴。因咧王爷是坐这个马车，正经马车。下晡的行程继续出发，继续出发。进前频道嘛有记录过因表演的影片，大家有兴趣当去搜寻一下《乡社宋江镇欢社宋江镇》。欢社的宋江镇嘛是万丹，即马算仅有的规定，阮家己万丹在地顶头。那欢社的宋江镇上特别的是，因是有开面的，即算是台湾嘛算罕见的开面的宋江。因人手卡小卡无够，所以是用火车来载。再来两只王马，哦，
是三只王马哦，后壁阁有一只。天渐渐变清，开始出日头啊！希望会当安尼维持到日头。这是咱水号金龙镇的龙头，看起来就足重的呢。有盖重无啊？有盖重无啊？盖重哦，这有几公斤啊？哦，这啊搞，看起来就足重的。救水灯，救水灯，救山千水，来，你啉，咱救神灯，走！早时差不多九点九点半开始等，即马已经下晡四点啊。头前的桥拢已经过啊，剩妈祖。看 GPS 坐标，妈祖搁离坐后边，坐后边应该是顶一个钟头的，所以唔知爱过外久，妈祖快行到遮。咱对早时十点神风已经经过，到即马下晡四点半。妈祖要到啊！妈祖要到啊！恭迎恭迎，咱万丹万会宫天上圣庙来莅临咱九神堂。起喽！九神堂众多哈，来恭迎妈祖娘娘来莅临。用上人万丹开机妈祖，三年一颗娘妈祖。来接驾圆满，第三天万丹娘妈祖，第三天早时六点，一定来救世堂集合，等下有火车会载阮过去，从第二天自驾的娘妈。然后继续第三天的行程，先来吃吃早顿，准备等下要出发来去盐啊。今日调警的队伍会坐甲头来，会经过咱救世堂，所以大家一透早，唔卖讲一透早，应该对张梅都开始咧无用咧款，这个情况。咱准备要出发，来去继续第三天的行程。来来来，大家拢有票。咱来到盐啊，已经六点半，头前的队伍已经开始出发了。来去找一下救世堂的桥一堆，因为昨天在遮休困，甲第一天同款，拢搭这布篷和咱遮的神桥来停驾。咱队伍的主驾在盐仔遮，赤沙盐，阮拢叫做盐仔。盐仔伫咱万丹甲新园的交界，也是咱万丹境内算是足老足重要的庙。啊，主祀咱观音佛祖、佛祖妈。妈祖行长江的时阵啊，基本上妈祖入庙的时阵，头顶就已经出发第二天的行程。然后即马改成即几科改成行三天，
就是赶快行去嘛，差一点啊，马祖伫钓的时候，头顶一定要出发。好佳哉，佫有早半点钟来到位，对，当稍微休息。较传统的所在，遮家用的准备买草水。盐仔的佛祖是甲番社福德宫做伙来出门，坐伫福德宫的桥顶。摆八卦的时候，面内够里庙口。哦，咱今仔总干事也要请金拜咧。妈祖是万单的大代志，所以基本上三十个钟头内底，各大庙都会出庙来赞敬，来甲妈祖做伙来迎老客。十六番的救世堂来出发啦！参拜了阎妈了，就要正式来出发。咱救世堂正式出发，即马早时八点半，咱正式来出发。救世堂后壁的。就有咱角头来的其他庙宇，基本上摆伫后壁的拢是咱角头来的庙啦。这是昨无迄条的圣皇宫，甲上帝宫，拢昨无迄条。这是妈祖听到，拄只才出来的时候，日头大甲曝咧疼，即马无几分钟开始变天啊！希望是保持安尼就好，因为看起来变天啊，加落雨，先把桥顶的雨旗、这個、塑胶套先甲套好，较袂等下雨。出发以后已经过半点钟啊，阮差不多咱对岩啊出发差不多100公尺尔，都无介远，因为一出发以后就会去买这个番社的装备。番社的路嘛无介大条，然后马上就要坐番社，所以头前就会规个塞起来。因为咱队伍伤长啊，所以即马已经等半点外钟啊，阮还搁伫遮咧等。
出发一点钟，搭前进400公尺，对好天变乌阴，即马阁变好天啊！10:43，总算要参今日出发以后的第一间庙，欢声福德宫。你知啊，总算要往咱万丹甲头来前进。阮搭行到第二个钟头尔，即马要来食饭啊。今日中昼嘛是饭汤，固定咱后个就是爱食饭汤啦。有道记的就是咱万丹的饭汤，饭汤。来钟头以后，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拢在等头前行，大家拢在等，不管是接驾的人，还是在行路的人，反正大家拢是在等。宋江拄则应该是先去妈祖庙庙口表演。因为现在队伍已经经过阮家啊，所以我现在要回来去树林接驾，先回来厝看老家接驾。以前阮这条街内底做老家的，因为拢会鞭炮，啊，现在炮愈鞭愈少了，迄味嘛是有淡薄仔无同。这是上帝公庙，上帝公的桥。我印象中上帝公啊出门，拢会坐头前。然后后边是佛祖坐了后边，咱旧社堂中昼食饭汤，暗时是食自助餐。这是阮家的习惯，只要有新桥过就会烧金纸。因为咱这料件拢拖足长的，所以就爱一直烧一直烧，所以拢会先把金纸贴好。这我讲过是我算是童年回忆之一，要留个进程就爱先把金纸贴好。恭迎咱万丹36钟头的众神来莅临咱街头啊！这可能是新的素兰亭吧。这嘛是一个我无看过的物件，这要算顶头吗？啊，你较老气的。阮南部的新桥早就拢 RGB 啊啦，电竞风啊。是万丹有名的电竞三太子天鸿。这顶桥嘛足水个，是通关的桥，天鸿会馆。老街就是安尼，到老街六桥就是爱转起来。后庄仔跳高顶来啊，拢是小朋友。
跳高顶，这真正长也是拜太祖爷，啊，阮边啊这主神坛也是主属太祖爷，所以太祖爷公真欢喜来降价。咱主神坛太祖爷公要来降价，家己甲头来，甲头公庙来入殿，主神坛的神神，甲行出来接驾。来接驾，甲头来。啊，万丹的桥方固定上后壁就是妈祖，妈祖的头前是上帝公，上帝公的头前就是神风爷，这是固定的桥方啦。神坛礼物陈水出来接驾上皇宫，上帝公来啊！快点，上帝公就代表妈祖在这到啊！啊，地方有一个讲法，在妈祖显神就接驾坛以前，咱万丹命的是上帝公，上帝公才是万丹信仰的中心。啊，后来妈祖显神就接驾坛以后了。信仰的中心，它改做是这个妈祖婆，就是讲这嘛是听讲啊，敢那嘛唔知有实际证据无？详细听得听到妈祖的大锣的声音吗？听到这大锣的声音，就代表妈祖婆入面在到位哦。这是为甚？因为你感觉大锣是一件真重要的。咱即马大锣可能甲离庄来。嘛要用车拖啊！我妈祖婆外可怜就好啊！妈祖婆总算到位咯。咱万丹开机，妈祖来啊！妈祖坐是这个中皇殿，主神坛礼物陈设出来接妈祖婆。这马按道已经修好啊，然后。我想讲，我要来去对妈祖行最后一段去入庙的路。
妈祖伫这个日标大概应该过两三点钟，所以我想讲来去对妈祖婆行这最后一段路啊，安尼也妈祖较有算一个圆满，所以即马出发来去找一下妈祖的庙伫啥物所在。妈祖准备要伫顶树仪尊龙宫。分将近要两点啊，大家同款是伫等妈祖娘娘来入场。这是万丹人的虔诚，甲万丹人的坚持。咱妈回来咱万丹街啊顶馆啊，妈祖总算回来到万丹街啊，现在就是在这开始排队等入庙啦，排队等入庙。对于八角头外的宫庙，其他三十个钟头的宫庙啊，会当讲应该就是三年一届才会来到万丹街啊顶馆，所以大家入庙的时候已经是使出浑身解数啊。全部绝招拢爱摕出来，所以一定会拖足久的。即摆我一定行来到中街啊，离妈祖庙是愈来愈近啊。行来到万安古地，离妈祖庙是愈来愈近啊。三年一去，迎妈祖总算要来圆满，头前阁剩两顶桥，就换妈祖要来入庙啊。四点二十分，妈祖婆总算要回来到庙口。一颗万丹爷妈祖顺利圆满。早时四点二十六分，妈祖顺利回銮安座。三年一颗万丹爷妈祖顺利顺利吗？反正总之就是办了完成啊。啊，反正就是安尼啦，这的万丹就是安尼呗。希望会愈来愈好啦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今仔日赶紧回来去洗身躯休困啊，真忝。好啦，就是安尼。